这个好东西秋冬天肯定需要，刚洗完的鞋子用它一个小时就能烘干，还不会发黄发臭，再也不用等晴天晒鞋了。它可以360度吹出热风，有汗脚的用它烘一下还可以除菌除味，特别是阴雨天，鞋子、袜子、手套都可以用它烘干，关键不用的时候折叠起来也不占地方。